大家好，我是詹佩君。大部分的 COVID-19 儿童感染者症状较成年人轻微，在熟悉的环境进行居家照护，可获得更好的休息，有助恢复健康。居家照护中的儿童，如果退烧后无明显不适，且活动力与饮食正常，就可持续在家中休养。如果儿童出现警示症状，请视讯看诊寻求医师协助。活动力不佳、嗜睡，请联系119，紧急时可由家长接送前往医院。特别提醒，照顾者和居家照护中的儿童都要避免与其他同住家人接触。疫情非常时期，持续落实防疫，守护彼此健康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欧老师，欢迎收看咱当中很角色呢。吼、会多会空啦、啊，最主要哩，咱投资者吼来遮是要来赚钱的。那先决条件，你破面爱了解讲，哦，这个盘，哎，伊是安那的运作的，哦，唔是来遮啊，去讲去落讲落啦，搭像前两日啊啦。哎，落百外点，哎，请咱会员买股票，嗯，啊，有人笑我下袂空诶，啊，落百外点啊买股票啊，结果呢，隔当天哇，去百外呢，哎，你甲想看嘛，安尼来回价差差要300点，我就是安尼赚诶，啊，你呢？哦。看落个放空，啊，刚好空在最低点，哦，啊，即摆拉高咧，哇，得死啊，啊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你就要去啊，哎、欸，把它回补，对不？啊，无就是追高买。你个想看嘛，用你的方式，这样赚得到钱吗？当然赚不到钱了啊，对不？所以我讲嘛，咱先改变一下，了解一下，哦，来，先了解。这个盘到这来，看有啊？看无？还阁看无啦吼？无要紧啦，鳄鱼老师解释予你听啦。这一条支撑线啦，我嘛才希望伊个跌破。为什么？它买阁较俗？问题跌得下来吗？就跌不下来啊！你慢慢来发觉讲，哎，最近哦。全世界的市场哦，对升息、对通膨这个话题咧，已经慢慢啊拢淡化去啊，拢无喜无害啊，对不？你甲看咧，美国盘的部分嘛是同款啊，伊敢有要落？你甲看，来。咱甲看即几日，即道琼，伊敢有要落？伊嘛无要落啊！四大指数拢同款啊，即 Nasdaq， 即汇办，即 SP， 敢有要落？无要落，表示这个市场已经甲高通膨哦，甲即个升息话题咧，已经。共存了，那重点来啊！市场的资金有没有说啊，已经升息到讲我非买定期存款不可？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吗？还没，一直到达升息，到达升息啊！我来讲嘛，啊，到升息都已经是大家预期得到的嘛，它升息还不到。
岛主朋友说我不想买股票啦，我就是拿去做定存啦。有到这个阶段吗？还没有。所以嘛，人家市场资金还很多啦，就跟我前几日在跟你讲啊，人上海讲封城啦，有啦，讲到上海哦，咱用上海股市哦，你看啊，趣味啊，上海封城呢，起超过13%，你无感觉好奇怪啊？封城落去啊，股市倒去，为什么？啊，就老百姓阴影啊，袂当出门。关起门来啊，无啦，坐定来炒股啊，就炒股啊。那表示呢，市场资金还非常的充裕，所以这个行情落未落来嘛，是不是？就干那安尼啦，到五月底来，鳄鱼老师头一届很强烈的、很肯定的，甲你介绍讲。买在起涨点，落3000点经过啦，我头一届才甲你讲买股票啊，啊，别人要涨也买，跌也买，啊，拉回买早点，过来买午餐，过来买晚餐，过来买宵夜，过来买隔天的餐，迄因家的代志，甲我无伫代，我已经甲你提示交代，自年初到五月安尼提示交代。叫你爱走，你袂瘾插我，对不？到5月27号，头一届甲你推荐做多买股票，冲天一号穿蛋里，对不？结果呢，你一看哦，安尼，自鳄鱼老师讲完，连续3天拢大起，3天就甲你起838点。结果这支冲天一号你看赚有到，对不？5个月来头一届，给你推荐做多的股票，冲天一号，头一支，现买现涨停，买甲买尔，无拉回，无收单，10分钟涨停，人去，甲意思是6月7号礼拜二。那安尼甲赚伊20块落袋，人客正礼拜时间，这就是冲天一号。我无甲你说嘞，我拢过境再过境，因为落3000点经过啊嘛，我知影讲什么股票袂歹，嘿，有个人5个月时间啦，赚的都吼，甲顶年白济啊啦。啊，你甲想，啊，还有下半年度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哪来买这种股票，有较安稳无？啊，较有稳赚无？哎，当然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去，传代理哦，这只限20个名额哦，我来跟你讲啊，拉回有限哦。你即马都爱趁拉回甲布局啊，都我讲的啊，落100多点落去甲买。隔当天去100多点，安尼来回价差都要差300点，安尼不是赚得很容易。啊，那用你的方式，落100多点去甲卖股票，去甲放空，隔当天去100多点，你怎戆伊？再去追高？啊，你要安那赚？你赚无嘛？所以我来甲你讲，一挂好股票，趁咱拉回，好好啊甲布局。啊，那起起哩。咱就凊彩买，就凊彩赢，赢到这自然，赢到这轻松，安尼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唔得甲你讲改变一下，来，手机啊，甲提起来，甲扫描迄个 QR code， 明仔载来，要做这支我传单你啊，对鳄鱼老师免客气，20个名额，逐天都要超过，无要紧啦，你甲咱的助理小乌应一下啦，咱助理绝对拢会甲你斗三工啦。没讲啊，都超过20个哦，不爱跟你讲。我想应该不会啦。哦，我唔才讲啊，教咱的助理小乌燕子哩啊，对不？你才知影讲，鳄鱼老师推荐的强棒个股是什么货？无闹亏的，
自六月安尼过来，爱普哦，阿娘话啊，唔免半点钟了。哦，你想讲搁通烧蛋吗？搁会使拉回吗？无，卖甲卖涨停啊，唔免半点钟。再来安尼隔日冲，对不？318，哎。297甲买进，啊318甲卖卖，安尼隔日冲就赚21块啊！啊，就遮简单。拄我讲啊，你落百外点叫你买股票，你莫笑我笑的啦，好无？咱钱就是安尼赚的啦。啊，无，逐回拢用追高模式，你怎么赚？是不是？来，6月2号，银威，人去，就安尼一粒股尔，差不多半点外钟。13块的价差，你就一张一张做无嘛，赚13000。啊，若资金较多，甲10张10张做，现赚13万，人去半点外钟，安尼赚着紧无？搁刷下来建策，安尼啦，只要你做当冲啦，正点钟的时间啦，10张10张做到17万啊啦。安尼，我问你，真好练无？猛拉兼洗裤哩，这段期间哦，你不要错过任何拉回的机会。你爱知影讲，这个时阵，甲迄个疫情已经共存啦，啊，股市哩，哦，甲升息啦，甲高通膨啦，嘛拢已经共存啦啦。重点就是钱还阁介济啦。还不至于说股民把投资股票的钱拿去存定存，还没到这个阶段，所以钱介济哦，啊钱介济，咱要哪赚钱呢？赚伊若有拉回，我叫你买股票，卖阁笑我笑的哦。人去6月7号，上低落104点，叫你甲买。你笑我神经病，那咧落百外点咧买股票，吼，人去，我有甲你讲原因无？落百外点为什么买股票？涨幅落后，甲人美国盘、甲人亚洲盘安尼相比，啊无是安怎？咱台湾都较细汉哦，爱去无？一定爱去的吼，人去过冬工安尼。你们来拖咧弄伊，对不？前一日落百外，叫你买股票，笑我神经病。刷咧咧，去109点，我你才来买哦。我问你啊，你要安怎赚？你都哪顺啦嘛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你爱看有这个盘啦。太闹落来吼，你爱敢买啦？因为跌不下来，市场资金还很充裕啦。抓咧来涨啦，安尼啦。如果你去追高咧，你甲看，今仔日就阁稳落来啊。哎，啊上低又阁落112点啊！来，要安怎做？去甲放空吗？我头拄仔讲啥？拉回你来敢买？落100点啊！我叫你买股票。你有搁笑我笑的无？咱会使改变一下无？你为什么一直了钱？你就是追高杀低。我即马教你讲哦，爱看有这个盘落袂落来的情形之下，但若有小拉回，咱就爱加买。去你，你安那买，输在你。来这就是要赚钱嘛，但是你也知影讲，能赚钱的步数是安那赚啊，唔是咧较早安尼，变大概了最高三低，迄赚无食啦。人客，你甲看，落百外点，叫你买富邦煤啦。啊，笑话啊！老师，那唔是空的，无就是神经病啊。哦，对啦，恁的认为就是安尼啦。结果是安尼。你骂我神经病，
你骂我空的笑的，结果涨停。跟你讲建议流仓，刷咧咧，甲隔日冲，卖860，七啊到尾，八啊六来卖，安尼隔日冲70块。一张就赚70000，刷咧咧，今仔日过来一届，倒一支，同款富邦煤过来一回。昨昏特别甲你强调，对的时机做对的代志，若有拉回，你就爱加买，落100点，人去，搁一届，叫你买股票，你有搁骂我神经病无？你又讲骂我生神经病无？结果呢？40块，一张赚40000。干那这个富邦煤三工，来，甲倒带一下。640点迄当时，富邦煤6月7号，刷咧涨隔日冲，现赚70块。今仔日过来富邦煤845、885，安尼，搁40块，三工，干那这富邦煤安尼就甲赚伊101块，一张一张做倒啊，安尼就11万啊啦。我毋才甲你讲改变，对你是有帮助的，毋是逐回哦，哦，去讲去，落讲落哦。安尼赚无食啦，人去啊，就像昨个创意啦，人去买入去尔，哇、哦，啊，就酷酷冲啦，是毋是？建议会员做流仓啦，搁刷咧咧，今仔日拉高，气势无讲介强，咱就甲卖卖，是毋是？啊，560买。啊，588来卖，隔日冲28块，5%，只要你一张一张做，嘛赚28000块，隔日而已。安尼唔则赚有食啦，所以卖逐回哦，那落落来讲吧，100外点哦，啊叫你买股票，你笑我笑话。我就跟你讲啊，你爱看有这个盘啦，与病毒共存啊啦，哦啊，这个股市咧，就跟吼高通膨，跟这个升息咧，也都共存啊。落未落来，干来要落，早就落啊。但是你即卖所看的，急涨缓跌，这安尼。落落来落几工啊？落无300点啦，啊只涨三工就838点啦。安尼是做多有利还是做空有利？你了解一下啦，卖逐回哦，啊拉回要叫你买股票，都要笑我神经病啊！哎呦，好啦，无换你的方式，你的方式就是追高杀低，赚得到钱吗？赚不到钱啊！所以你就不了解这个盘势嘛，改变一下，改变一下，好不好？我嘛才希望讲，伊明仔大来大来落一下，哦，啊，互咱这投资朋友，大家拢赚有钱，是不是？明仔在即支啦，哪有拉回哦，上好啦，我拢准备等你啊啦，我就跟你讲嘛，人阿咧经过5个月财报一下看讲哈。赚到今年几年度的变质啦！你讲这个 股票会起无？5个月时间，赚到今年变质啊！就是伊，就是伊。啊，要赚少少当侪，赚了拉回，咱快活快活买啦，免等到涨停哦！啊，排队去买，啊买未到，安尼硬是赚未到，安尼无啥个抓哦。对不？我唔再跟你讲，趁后拉回，我传单你。有兴趣的来做阵，
把扫描那个 QR code 就好，好不好？哦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说名额有超过，不要紧，我已经跟助理讲过了，名额超过没关系，哦，你叫我跟咱这些好朋友大家斗博，好气生财，哎，有钱大家赚，好不好？哦，来，刷你，你来看六月七号，魏老师不是讲买群联，嗯啊，结果收盘383.5啊，流仓，哦啊，闹亏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人去，过灯光，都扑倒起来啊！刷嘞，今仔日嘞，来个卖卖，赚五块。买股票，你也知影讲伊好伫对，他才有办法涨上来。啊，不是爱默默收乌白买，啊，涨也买，跌也买，哈，无遐简单啦。来，搁刷嘞，这个通知有无？涨买啊，啊买嘞就急啦，哦，未付啦，哎，人客都还未没收嘞，啊，就冲去啊啦。结果人讲啊，甲流仓啦，哦，啊流仓讲安尼啊，了两块啦，涨啦。人客，今仔日嘞，178，倒赚伊五块，所以你要怎讲？什么股票伊安那好，好伫倒位，赚拉回好布局，这就是我即卖咧甲你讲的，明仔载要布局的资金。安尼知影原因道理无？咱安尼赚钱不是很容易？了不了解？包括来，你也看咱当冲安尼啦，环球金安尼啦，猛拉兼要洗裤啦，哎，当冲也要 A 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短线单也要赚啦，你也看港建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好赚好赚，唔来做，哦啊，等下吼，吼硬冰冰的时阵，再要来个追高，啊，再来个期望讲啊，涨一倍，涨两倍，要倒退啦。啊，落3000点经过，阿宇老师再给你建议投一支冲天一号，对不？啊，附顶啊，吼，赚20块现落袋去啊！刷哩，干啊吼，咱这个富邦煤3天的价差都个赚101块，知影以后伫对，你才知影讲这支股票偌好练，偌好赚。来，赶紧，免等到涨停板再来甲我讲要知哦。哦，即卖咱先个扫描迄个 QR code 哦，明仔载对鳄鱼老师来，这支现做现赢。哦，你单押几多？来，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。动荡不安的时代，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。388时事造英雄专案。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。英雄专线02-8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，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尽管家人一直在旁边支持我，但总是少了那么一点临门的好运。是怀孕的孕。
7月1日起，国民健康署人工生殖补助扩大实施，除了家人的支持，还有政府的支持，祝圆梦安心生。人体啊，做股票不是安尼追高杀低啦，迄赚无食啦，落3000点经过，这5个月来，我已经甲你提起交代爱走。头一届甲你推荐讲来哦，赶紧哦来买股票哦，冲天一号，人体穿蛋里，对不？多一支护顶啦。买下去免10分钟就涨停了啦，抓咧咧，这礼拜时间安尼144来甲卖卖，哦，安尼哦，20块的价差，赚到这自然的无？抓咧咧，蒙拉佫兼要洗裤，富邦美，人去安尼，600多点叫你买股票，骂我神经病，结果看到涨停板尔，讲我戆伊。哎，赚不到，刷咧咧，隔日冲，8.6卖，安尼，现赢70块的价差，刷咧咧，今仔日过来当冲，做倒去，同款600外，叫你买入去，安尼赢40块的价差，然后安尼富邦美就赚81块啊，啊，若有这个好康的，咱去啊，要好好把握无？咱来知影讲股票好做哦，趁老拉回哦，好啊甲布局，等大起的时阵咧，就他好好大来甲赚哦，好把握机会。扫描 QR code 对鳄鱼老师来继续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